新僵尸、大蛇僵尸，一种靠近前方植物就会发动大招 KO 植物的僵尸。那么如果一只这样的僵尸侵入了花园，下面哪个组合能够拦下它呢？组合一50个寒冰豌豆，组合二50个毒液豌豆，组合30个冰西瓜投手加10个西瓜投手，组合四20个机枪射手加一个鬼火树桩，组合五50个玉米投手，组合六50个变异的猫尾草。组合一50个寒冰豌豆，它能拦下大蛇僵尸吗？小飞棍来喽！前方有危险！拜拜！组合二50个毒液豌豆，它能拦下大蛇僵尸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！看我，看我！组合30个冰西瓜投手加10个西瓜投手，他能拦下大蛇僵尸吗？拜拜。组合四20个机枪射手加一个鬼火树桩，组合五50个玉米投手，他能拦下大蛇僵尸吗？组合六50个变异的猫尾草，他能拦下大蛇僵尸吗？¡Vamos!